这是韩秋桃啦，韩秋桃伫这个圣山内底吼，伊这个生了虽然无大长，但是这药效特别强，哦，啊，这个韩秋桃的特色吼，你若小可甲摸者，伊就砍起来，哦，哦，啊，伊这专门在治迄个腰椎病、腰椎发炎嘛，哎，啊，较早有一挂这个现代医学吼，医无好个吼。啊，食迄抗生素都无效啊！我拢叫伊食含羞草，啊，含羞草伊食较冷，所以爱放几片姜，啊，来去甲含迄个土香吼，做伙来行行咧，啊，直直啉，差不多啉三摆过吼，迄、那个放尿红的啦，啊，是讲这个小便刺痛、膀胱发炎或者尿道发炎的拢有吼，伊、效果真好。啊，咱尽量卖去抗生素食伤济咧，抗药性遐大，但是含羞草。也用讲是上好的天然抗生素哈。